小阿斗的戏已经拍了四天了，由于演员太小，一直不能很好的配合，剧组的人都很着急。盖完就走了嘛。主要就他老耽误他那个，快睡着了。已经睡着了。你的任务很艰巨，你一定得把他逗笑了呗。你要你把他逗笑了，我晚上请你吃羊肉串去。真的。你要再不把他逗不笑，我们导演都快把我们当羊肉串烤了。同学，这只泰迪。大姐先来抱他一下，抱他一下来。千军万马都没怕过，你知道吧？真是，多大的场面咱都没怕过，拍什么戏咱都没怕过。这个孩子弄得真是有点……我决定了，下一步就是改服装了。哎，你看，乐，再笑笑，秀秀。你现在让他笑多，等会儿笑他。一个笑一个，拍的时候你得这样笑啊，乖乖的。现在别笑，你看还控制不住了，你看控制不住了，你看越笑越爱笑。你昨天把我搞得做这噩梦了，你知道吗？紧张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开机，把这镜头拍完再吃奶，好不好？放好和你妹妹哭了。吃完奶了，吃完了，又睡了。把我们折腾够呛，别哭了，不哭了，睡觉吧，睡觉啊，都刷掉了啊。他一笑就拍是吧？就那个给赵云的视频，我们给赵云。工作跟参加工作的所有摄影和摄影助理，然后还有这个厂工部门的或者机械部门的人都请来了。好，翻，准备翻，好，翻过来，好，准备找台阶，好，来，这里往右。
在国外经常用飞行器拍摄大场面，此次吴宇森专门从国外请来了专家参与赤壁的拍摄。上面的是啥？